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表演进行，咱就来怎么介绍一下？理所当然，我是拄好跋水音的小学生，我叫阿强，我叫阿豪，我是讲笑话上强，我是无数人的上豪，我今年十一岁，我今年十岁，我姓高，我姓鸡，我是查甫，我是查某，哈？我嘛是查甫的，嘿嘛，欢迎收看啦。我那是予你骗去啦，就算我无骗你，你嘛袂赢过我，无可能。那毋是，咱就来算讲反义词，讲反义词。你知影啥物是反义词无？我毋若知影啥物是反义词，我讲会晓用唱的。哦，反义词你阁会晓用唱的哦？毋是我。即马就唱予恁听，啊无，咱就起鼓啊！欢迎师傅，有真多，咱叫听我说上去。正经对到保养，先对工，先对钱，来嘛先对底，先对人，后对钱，先对钱，后对物，人对物来耍对头。哦，这是欢迎水瓜，起讲的欢迎师傅实在袂歹哦。你唔敢去？去找一个老师哦，来学习哦，咋当着？安怎呢？你用玉瓜会着啊？好，哈！我阁甲你比拼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讲方艺珠白小珠无？哦，绝对袂赢我。安怎讲？我若讲方艺珠，绝对会当甲老师只个半小时。你讲方艺珠？绝对会当甲输甲半小时，不相信？咱即马就来开始，安怎来？你做输哦，我做先哦。你讲一句话哦，我就甲翻译输讲出哦。你就安尼就会使甲输气死，不相信？咱即马就来开始，好，啊即马开始，我就是。哇好，按即马开始，我就是学生啦。我出题啊，我一定第一。听讲，今日天气真好天，今日天气真歹，四界头请命命，四界乌云杂日，会使哦。少年人老岁啊，听着，少年人吃着着，老岁啊。坐伫路顶啊，方艺珠啊，乖咧啊，我捡着一百块啊，我拍唔见一百块，我捡着一百块交予老师啊，我拍唔见一百块去偷摕老师诶，未使安尼讲，着应该讲，偷你钱是犯法诶行为。你只是合法行为，停卡，继续，停卡，袂使安尼讲，继续我讲，学生应该听老师的，老师应该听学生的，学生听老师的，老师讲的拢做对，老师听学生的，老师讲的拢唔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欢喜啦。听的啊，我安怎有这款学生啊？我安怎有这款老师啊？我老师啊，我赢！哈哈哈！阿狗、阿强，露台行嘞！